我怕。怕？怕就什么都别干，留在陆家当一辈子丫鬟。你拿着这些去见古爷，会有你的好处。真的吗？三言两语说不清楚。总之，你见到古爷，就留在古家，别回来了。哎，那万一古爷不稀罕您这玩意儿，不收留我，那我不是走投无路了？爹会害你吗？我敢保证，古爷见着这两件东西，肯定稀罕。您怎么知道？最近我查了，在市面上卖的最红火的古酒，就是古家酿的。古家也酿起酒来了？我敢打赌，这是古振阳冲着我们陆家酒庄来的。天助我也！原来如此啊！记住，你把这东西交给古爷，千万不能说是我给的。为什么？你忘了，我还留在陆家，咱们父女俩里应外合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太太，这可怨不得我，是您逼我的。好，这才像我的女儿。把东西收好，明天一早天亮就走。请。已经帮你通报了，在这儿等吧。谢谢。门房说陆家有人来访，就是你啊。嗯，我要见你们家老爷。你是陆家什么人？钱管事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哦，我是钱管事的女儿。哦，不过我爹不知道我来这儿的。哼，还挺蹊跷。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是说，你现在做的事情跟你爹钱管事无关。没错。说吧，什么事？不过我要跟古爷说。跟我说也一样。不行，不见到古爷我是什么都不会说的。我就是古振阳的接班人，这个宅子里的大小事情都是我说了算。不行，我必须跟古爷本人说。好，跟我来。爷，陆家有人求见。不见不见，我谁也不见，别来烦我。怎么样，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来这儿的目的了吧？古家的事你真做得了主？你要是信不过我，那你就等古爷清醒过来吧。他什么时候醒过来，你什么时候再来。我这儿有样宝贝，包你看了会喜欢。是吗？嗯，不过你得答应我，让我留在古家。如果你的东西值得的话，我们古家收留一两个人不成问题。什么宝贝？拿来给我看看。啊，你可要说话算话啊！你要是不想给我的话，那就请便，不送了。哎，
值不值啊？值，太值了。有了这秘方，别说陆家老九，就连叶明珠我都不放在眼里了。那这么说，我可以留下来了？可以，反正你也回不去了，就留这儿吧。韩翠啊，韩翠，一大早这死丫头跑哪儿去了？太太，太太，大清早乱叫什么？韩翠屋里没人，我找遍了整个院子都没见她人影，门房说她一大早就出去了，还说啊是太太您吩咐的啊。我的天哪，你叫我怎么活呀？让我怎么活呀？韩翠，我的女儿啊，说走就走，你把爹扔这儿不管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太太，你看你看，一大清早他就把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。这孩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，打算一去不回了。你也真是的，自己女儿都管不住。我管得住人，我管不住心呐。这孩子死心眼儿，他一门心思想要少爷收房，到头来空欢喜一场。女儿啊，是你爹没本事，没能让你如愿以偿呢。好啦，你知不知道他到哪儿去了？我要知道他到哪儿去了，我就把他追回来了。韩翠儿，你走了，怎么也不给你爹留个音讯呢？我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妈呀？这么大人了，不会有事的，别伤心了。我能不伤心吗？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，我不是人，我该死，我这个老东西。韩翠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没法活。走！大，敢拿假秘方来骗我！玉燕，玉燕饶命！我不知道秘方是假的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！我要是知道的话，我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拿假秘方来骗您呢！废话少说，滚吧你！啊，玉燕，我无依无靠，你让我去哪儿啊？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我管不着。你要搞清楚，当初我留下你是因为秘方的原因。既然秘方是假的，我凭什么留你吃闲饭呢？滚！我不会吃闲饭，我会做事，我会做很多事。只要您肯收留我，我一定对您忠心耿耿，至死无怨。好个忠心耿耿，至死无怨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陆家哪得罪你了？连你吃奶长大的恩人你都可以出卖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啊，我还没笨到重蹈陆家覆辙的地步，滚吧！玉燕，玉燕，玉燕，我求你了，陆家我是回不去了，您赶我走，等于是死路一条啊！我管不着。玉燕，我求求你，我求你了，只要你肯赏我一口饭吃，你叫我做什么，我都愿意。长得还行，这是你说的，只要我愿意，你做什么都行。那你先把小爷我伺候舒服了再说，走。